今天呢来慰问了这些伤者哈，那油罐车的司机呢意识清醒，那我们呢来谢谢他们的这个这些伤者，那就是意外的我们有这个是10万啊，然后重伤的是10000，轻伤的就是3000，那个医疗的部分呢，那院长还有副院长他们会全力的帮忙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各位辛苦了哈！从昨天到现在，我们都哈，就是有专业的，还有呢，我们呢啊需要帮忙的，我们都宜兰县政府21个局处全力啊以赴这样。